小乖旋转停车场。啊，你那一台怎么自动停车塔怎么没有动？它没装电池，我就知道。这个自动停车塔都没有车子了。因为它没有装电池。他们全部都回家了。这是转转停车塔。桑尼卡。哇，走太快了吧！小乖坐那个电梯。不过你这是这一台。哦，这一台是，这一台是会翘屁股的。那这台也是翘屁股。哇，飞出去呀、啊！吓死人了。那这一台要放在这里。放在这里。哦，你看，转，啊，这个要放在这里。对的。那个会讲故事吗？会呀。啊，会讲阿弥陀佛。哦，小乖，把车子上去二楼可以吗？你那个是哇，怎么掉下来？那个是魔幻陀螺，他会讲故事给你听哦。对，有声音呢。啊，它里面有小 baby 吗？嗯。没有。那怎么有声音？因为这里有电池。其他的兄弟姐妹。哇，你爸爸买给你的、啊。